哎，你们四位蹲在那里真的很明显，有点太想看楼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了。蹲下还这么明显吗？现在我们要开启的是二宫的选歌组队了。二宫的主题为白露白露，云开见露。马上为大家发布的是八首歌曲的 demo， 本场公演同样将开放一首限定曲，限定曲是全新的原创单曲，首唱及原唱。选歌了，选歌了，选歌了。哦，走来来来，看歌。重点来了，来吧。那现在请看大屏幕。哇哦！哇，这个舞太棒，有特点，有特点。这非常现代舞，这能跳死。这个怎么跳那么复杂？这也太难了，榜眼睛跳不跳舞啊 ？Oh my god！ 神奇，我喜欢。这个适合你，是不是？就适合你，这个太好唱了。哇哦！这个玫瑰有点心动，哦，我喜欢。这个应该很多人抢。我想这个了，我想这个了。哎，这个我也 OK 耶。写着我们名字，哇！还有扔花筒，一定要盯紧他，一定拿下他。好酷，好想去。肯定挺是蛮适合的，哇！孤身不用命运在可怕，这是典型的团舞，对，就非常，就有点像我们这次这种。好帅，好帅！哇，这个帅耶！罗艾罗是唱跟跳都非常集中的，这也挺帅的啊。但这个老师我累，减肥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人能够伤害我。只要我不在乎，就没人能够伤害我。大张伟，算了，这个是可爱型的，算了，可爱型。这个我不行。可爱也很难。两人曲还有，哇哦！你是我朝夕相伴，触手可及的旋律。你陪着我，神秘的歌好难唱。这歌很好听啊。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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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听耶，这首歌超好听，这个唱反难度太大了，这个我就留给刘星和郭碧婷了，留给刘星和郭碧婷。哦，这个你觉得我唱得起来吗？这种，我觉得还好哎，还好。好的，八首歌曲的 demo 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那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《乘风2024》第二场公演。第一轮的具体规则，二宫我们设八团，共八首歌曲。乘风一团可优先任选一首目前阵型及阵型人数以上的歌曲，剩余七首歌曲再由其余成员投送一首意向歌曲，投送该歌曲的成员中个人乘风值排名最高者优先入队。其实能够第一个选，真的这个优势很大很大了。那选歌我有优势。那所以说你要哪一个，只要跟他们不一样，你就对，没错。所以我得知道他们。你就第一把就拿到了。嗯，你想选啥？我想选青花瓷。他没选。啊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选青花瓷。不会的。我国风文绝对不会。刘星爱选觉悟，或者是身后。
陈奕迅刚刚唱过那个了，发如雪了。对，他再唱没劲了吧？没劲了吧？嗯，青蛙词是个好日子 ，pass。我是觉得楼外楼和素更贴近我们。素那个卡拍很难啊。对，素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素是很难的。觉悟那个舞是非常好卡拍的，就是一不是你能唱吗？关键是 rapper， 咱们四个没一个能唱 rapper。我们的气质会这两个更贴近一点。对，这个感觉就直接去掉吧。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楼外楼那两个人到底怎么诞生，你们不知道。如果选了六个人呢？我们如果选两个，就是运气好，选了两个特别唱跳、特别厉害的人，那也好的。但是现在未知啊，未知啊，对。但是呢，这两个呢都很难，都是需要我们要死磕的。是的，这个有点好处是再死磕，我们是四个人，那个是要六个人死磕。咱要不就死磕他吧。